什么？现在走了？咪咪，咪咪。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聊天嘛。你好，我是铁盒炮。好了，是真的假的？对，600万有要回来了，要回来了，要回来一些了。为什么会欠前女友600万？没有，就他就很需要了，但有要回来，有要他。真的吗？有要一些了。我啊，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跟他讲？你买车也不跟他讲？我就觉得他小朋友不要担这种心啊。对啊。啊你，你好了好了，就要切。没有，我不敢跟他讲，我只好在节目上讲，因为他总有一天会发现。所以还是趁这种有机会。新的房子二胎吗？最新的那个吗？最新的，最新的。就吃了一碗牛肉面买的那栋房子吗？对对对。你现在已经拿去二胎了、哦。不要再讲了，没有。对了，对。他现在讲话都是然后不真实的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欸、你们平常会吵架吗？很少，很少。我不跟他吵架，因为我觉得你生气的时候还是……哎、啊，你一次比一次打击更深呢、欸。他有没有一种没极限的感觉？不会，学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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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禁止他在跟那个前女友？不会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到底有几个前女友啊？什么样的感情？交往几年可以跟你借600？一年多了，一年多了。一年多你就借600？好，不要请了，请啊！真的，谢谢，让我平复一下，谢谢。那个600万要经过多少心里面的转折？你是几秒内就答应？没有，因为有时候是忽然的啦。那他忽然就把我压去那边，然后忽然就会，哎，会完我才知道的。他是下迷幻药是不是？那就很快啊，就那平分了，那平分了。